我无看你袂敢安尼哦，靠！你假假无闲的你？哎呀，回到来，再来。假无闲的。十二块八，十二块八。那都走很快吗？跟他拼了啦！跟不上就叫计程车。跟不上就赶快叫计程车。我教你们一个方式，你们就是一个小时，他走很远以后叫计程车再开过去，然后再下车，然后再休息，再休息一个小时，再加一趟计程车，再开过去。没有什么事是没办法用钱解决的，没有什么事是没有办法用钱解决的。这个你有炒一炒就好，超好吃的，外面买不到啦，这个一般市场买不到。啊，有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拿来包水饺，真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是没吃过包水饺的。两百，这炒菜都有加哦。已经好了，你记得你买什么吗？你跟那个，你要等一下，等他过来以后，你跟他讲。已经好了哦。两百，